有竹简在怀，庞涓睡意反而去了。庞涓信手展开一卷，哗啦啦翻到底，放到一边，再展开另一卷，哗啦啦再翻到底，头皮一阵阵发麻呀，眼倦自语：吴起兵法共是48篇，我已经背诵半日了，仅背诵了6篇，先生许我只读3日啊，3日中即背48篇，我不知要吃多少苦啊，万一漏记一句岂不可惜吗？他闭目思忖有情，猛地睁开眼睛。对了，我何不抄写一册，再将此册交还先生，一则复命，二则我也有个依据，容后细细的参悟。想到此处，庞涓眉头舒展，起身寻到一个树洞，遂将竹简在那洞中藏好，拔腿赶回草舍，拿上笔墨以及他自制的竹简返回了树下，一一抄写，一直抄至天色昏暗。庞涓仅只抄写了一半，庞涓略略一想，将吴起兵法原简带回，将抄写的竹简笔墨等物置于洞中，又在洞口放些枯枝，左右四顾，见绝对安全，是才提着竹简，哼着小曲儿走下山去。这一晚，庞涓因有抄本妙策，没再想那兵法，睡得特别踏实。次日晨起，庞涓依例还书选书，而后回舍换掉竹简，悠哉悠哉的赶往东山。因心中有鬼呀，一路上他还左拐右转，绕了几个大弯，方才赶至那树下，发现东西一样没少，心中甚喜，坐下来继续抄写。如是2日，庞涓终于将所有竹简抄写完毕，穿线成册。为方便携带，庞涓将字写得甚小，原本是2捆竹简，穿成册后只有1捆了。庞涓又看了一时，亲笔在上面提上吴子二字，以别于原著的吴起兵法。庞涓站在地上再度欣赏一阵，脸上浮出微笑，拿起竹简放在鼻下，又嗅了一会儿，自得地叹道：真香啊，书香书香啊，就是这么来的。看看天色近晚，先生所许的3日时辰已到，庞涓遂将新写的竹简小心翼翼地放进树洞，再弄来枯枝碎石做了掩饰，这才拿起正版的吴起兵法，哼着曲儿走下山去。走了几步，庞涓突然停下：此书是世上孤本呐，如今唯我独有，孙膑与我皆习兵法，师父今日与我，不定哪日或会交与孙膑呐。若是孙膑也读此书，岂不与我平分秋色了吗？孙膑虽为兄长，人也不错，但此事不同于他事啊，此等宝书万不可落入他的手中啊。再说了，前番他得宝书也是到这东山背了我偷偷阅读啊，既然他防我一手，我也不能净做傻事。于是庞涓拐向了树边一棵树下，棒树又响了一时，咬了咬牙：此书既落我手，岂容他人染指啊。眼珠一转，提上2捆竹简，反身竟朝雄鸡岭的崖顶走去。不一时，庞涓行至了崖顶，又是一番犹豫，方才狠下心来。
欲成大事，断不可有妇人之仁呐。这样想着，庞涓也就不再迟疑了，举起竹简狠狠地摔在了岩石上。只听哗啦一声，竹简散开，满地皆是。庞涓捡起竹简，将之一一地抛下万丈深崖，看着竹片四飘，纷纷地掉落崖下。庞涓轻叹了一声，将两手拍了拍，转身径下山去了。看到庞涓越走越远，树丛后面闪出了张仪。这几日来呀，张仪像一只幽灵一般，书也无心读了，只在暗中盯住庞涓。张仪走至崖顶，四处寻觅一时，捡起地上未被庞涓看到的两片竹简纳入袖中，嘿嘿地冷笑了两声，反身下崖，走至庞涓藏书的树洞前面，掀开伪装，从洞中摸出了庞涓精心抄写并串装成册的五子，端详了一阵，点头赞道：这手艺倒是不错呀，只是这厮心黑了点儿啊。张仪哼着曲儿往回走去，走了几步，张仪瞄到地上有团黑雾，以为是盘起的蛇呢，赶忙退后几步，睁眼视之，竟是一堆野猪粪，还很新鲜，许是昨晚拉的。张仪灵机一动，弄来了几只枯枝，小心翼翼地将野猪粪捡了起来，走回树洞，塞入了庞涓藏书之处。张仪觉得仍旧不够，就又寻来了一根树枝，将现场给搅乱，到附近折下一根树枝，小心翼翼地将所有的脚印抹去，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提上庞涓的五子，哼着小曲儿赶下山去。庞涓回到谷中，并未按时去见鬼谷子，而是在小溪水边后有多时，看到天色完全黑定了，这才慢腾腾地走进草堂。草堂里并无别人，只有鬼谷子端坐于地，似在等他。庞涓进来，两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涕泪交流：先生。鬼谷子见他手中并无竹简，且又跪在这儿，轻叹了一声：啊，是未能读完吗？庞涓越发的伤心了，将头磕得咚咚直响。先生，弟子对不住先生啊，弟子该死啊，弟子。说吧，发生何事了？今儿后晌，弟子本在雄鸡岭的断崖上捧读，许是读的倦了，就在一边打盹儿，将竹简放在崖边儿，不想谷中抖起一股旋风，将整部书简吹下了深谷。弟子大惊，赶至崖下山沟中寻找，却是踪影全无啊。弟子知道酿下大错了，又寻了半日，天色昏黑，竟是寻不回一片来，只得回来听禀先生发落。鬼谷子闭目不语。庞涓叩首再拜：先生，待明日晨起，庞涓再到崖下寻找，若是真的寻不回圣书，弟子有何颜面再见先生啊，又如何对得起吴起将军呢？鬼谷子微微的睁眼，缓缓地说道：哈哈，庞涓呐，你不必寻了。先生如此器重弟子，弟子却不争气，先生是打是骂，弟子甘愿受罚。
啊，不想吾子毕生心血竟是这般随风而去呀、啊。鬼谷子停了一会儿，抬头目视着庞涓。庞涓呐、啊、你既已熟读三日，能否寄送啊？弟子得到圣书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三日来用心寄送，虽未寄全，倒也寄了个大药，有所领悟。哦，你能记住就好，去吧，老朽累了。先生保重，弟子告退。庞涓走后，鬼谷子思忖有清，轻声地叫道：蝉儿啊。玉蝉儿听到喊声，大步走了过来。明日晨起，你与童子沿山谷绕至雄鸡岭山崖下面，看到零散竹简，全数捡回来。翌日的中午时分，玉蝉儿、童子各抱着一捆竹简走进了草堂。玉蝉儿禀道：先生，能找到的都找到了，全在这儿呢。玉蝉儿寻到绳子，欲将散落的竹简再次穿联成书。鬼谷子摆了摆手止住了：不必了，童子啊，你把他们抱到草堂外面点火烧掉。童子答应了一声，提起两捆竹简走向草堂外面，打起火石，燃起银草，就要朝火苗上放那竹简。玉蝉儿扬手止住了：慢。童子停下，望向鬼谷子。玉蝉儿不解地问：先生，如此盛典烧掉岂不可惜了？鬼谷子不为所动，吩咐童子：烧吧。童子点火，火焰熊熊，不消一刻，一堆竹简化成了灰烬。望着灰烬，玉蝉儿不依不饶，再次发问：先生，庞涓、孙膑俱习兵学，此书庞涓读过，孙膑却不曾读啊，先生为何将之烧掉呢？鬼谷子没有回答，只是轻叹了一声，转身就进洞了。这日庞涓哪儿也未曾去，一直守在舍中。中午时分，庞涓走出草舍，远远望见童子，小声地喊道：大师兄。童子小跑过来：喊我做啥？方才师弟看到师兄师姐打外面回来，手中似是提着东西，敢问师兄是何宝物啊？童子嘻嘻一笑：哼，宝物哪来宝物啊，今儿一大早蝉儿姐扯我与她赶到崖下捡什么竹简。庞涓一听大惊：捡回来了没？啊，有本师兄出面还能捡不回来吗？童子瞄了他一眼，嘴角上掀了一掀，做出一副怪样：不瞒你说，蝉儿姐捡到一捆，师兄我也捡到一捆。呵，崖下星星点点到处都是，累得我呀甭提了。庞涓拿手比划了一下：有这么多吗？嗯，差不多吧。庞涓就怔在那儿了：笨哪你呀，为什么不拿火烧掉呢？童子听得清楚，嘻嘻又是一串笑，顺口接道：庞师弟，倒是让你猜对了，我们一拿回来，先生就让师兄我拿火烧了，火好大呢。啊，你再说一遍。童子提高了声音：先生吩咐本师兄将两捆竹简一把火烧了。
真的吗？哎呀，你是信不过师兄啊，啊，是大师兄我亲手烧的，这还能有假吗？啊，信信信哪、啊、庞涓连手打一，与童子胡乱搭讪了几句，扬手走去。庞涓一边走一边自语，烧掉了，不对呀，先生为何一定要烧呢？以先生为人，若是不想授予别人，这世上任谁也取不去，他若享受，即使烧掉也是枉然，因而先生完全没有必要去烧啊。庞涓顿住了步子，细细的思忖，可事实是先生烧了，大师兄不会骗人的，所烧必是真的，看来先生是铁心烧掉此书啊。还有先生让大师兄在光天化日之下抱到室外去烧，分明是要做出样子给人看呢、啊、先生授予我书，这样子自是做给我的，先生为何这般做呢？难道先生真的是猜透了我的心，也是真心将此宝书授予我一人吗？亦或是先生见我没有还书，生我气了，这才故意将书烧掉的？庞涓七想八想，终也未想出个所以然来，倒是把自己给想乱了。哎呀，管他呢，是先生自个儿烧的，又不是我烧的。再说了，先生烧掉也好，否则此书留在谷中，我必睡不安稳呢。这样想着，庞涓心里完全释然了。嗯，好了，先生这里风吹云散，相安无事，我也该瞧瞧自家的宝贝去了。庞涓一路哼着曲儿，志得意满地走向雄鸡岭，心里坦然，庞涓也就没再绕弯，直奔那棵大树。但见现场一片狼藉，显然有人来过。庞涓这一惊非同小可呀，脸上血色全无，急急地走到树洞前，伸手入洞，却摸到一堆猪屎。庞涓心急如火，顾不上污秽，将所有猪粪从洞中掏出扔到外面，又在洞里探寻了多时，只摸出笔墨砚台以及几片他用剩下的空白竹简，读不见自己亲手抄录并精心串装的五子一书。树洞不大，容不下一人，庞涓把凡是能寻的地方尽皆探寻了一遍，再无一片竹简。庞涓真正急了，如疯子一般在大树周围狂寻了一阵，竹简踪影皆无，竟是不翼而飞了。一番急躁过后，庞涓渐渐地冷静了下来，回到树洞前，一边观察一边思索，此地极是隐秘呀、啊，鬼谷中从未有人来过，再说了，这几日我也未曾露出破绽呢。孙斌、张仪、苏秦他们三个人也应该不知啊。一边想着，他看向了手中残留的猪粪，又瞄了一眼现场的狼藉之状，灵感忽至。哦，这树洞里哪儿来的猪粪呢？会不会此地是个野猪窝吧？野猪看到巢穴被占，一怒之下将我的竹简叼了去？嗯，倒是有可能，待我寻寻看，或是这头该死的野猪叼走了。
没寻多久，庞涓果然在林中发现了野猪的蹄印子，大喜过望，抽出宝剑，沿着蹄印一路追到溪水边，不见踪迹了。庞涓洗过身上污秽，在溪边一块石头上坐了一会儿，不无沮丧地回到草舍，盘腿坐在榻上，再入冥想。陡然，庞涓的脑海里闪过一念，哎，除先生之外，鬼谷中并无他人知晓此事，难道是先生吗？会不会是他将兵书与我以后放心不下，暗中跟踪我，见我抄写一个副本，心中不满，悄悄取了去？似乎不对，先生是有道之人，怎会做此下作之事呢？会不会是先生让师姐干的呀？也不会，如果是师姐，她断不会在里面放上猪屎啊，这种事情只有张仪干得出来呀。可兵书之事，先生是绝不会让张仪知道的。会不会是大师兄呢？也不像，如果是大师兄做下此事儿，白日那副天真模样，他绝对装不出来。还有，师姐与他好不容易才将竹简捡了回来，先生为何一定要烧掉他呢？庞涓是越思越想越糊涂，一挺身站了起来。哎呀，不想了，我且问问先生去，看他是何话说。庞涓赶到鬼谷子草堂，见到玉蝉儿站在门外。